中共决定冷清天十二年，将京津冀壮大党政干部群众团结奋战，众志成城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八月十七号召开会议，研究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。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。 牵挂受灾的人，在咱们中国，人民群众遇到困难，还是要发挥我们社会主义优越性，就是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，国家全力的支持，希望我们救灾重建工作圆满顺利。